电子竞技不需要视力，但一定需要听力，听声如透视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我把听声辨位分为三个类型，听方向声，听楼层声，听场景声，建议全程佩戴耳机观看。先说听方向声，也就是判断前后左右脚步声，当敌人在左边移动，左耳会听到明显的脚步声，当敌人在右边移动，右耳会听到明显的脚步声，当敌人在前方移动，当敌人在后方移动。我们可以发现，敌人在前后移动时，两只耳朵听到的声音大小一致，通过左右声道无法判断，但可以用以下两种方法识别：人物向左或向右转动方向。此时原先前后难以听出的脚步就变成左右轻易的就能听出，或者当我们听到脚步同时看向小弟头脚边来区分前后，两个方法灵活结合运用，前后左右声啊就都不是问题了。接下来听楼层声，不同楼层声音会有些许的区别，可以划分为五种：同一楼层、楼下、楼上、楼顶、楼梯。先来听同一楼层，声音是比较明亮的，楼下和同一楼层声音上没什么区别，不同点在于音量的大小，楼上听着就比较沉闷一些，刚才是楼上二楼，再听下楼上三楼。楼上如果有多层，声音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越近音量越大，越远音量越小。如果你在楼上，楼下多层也是同理。再听楼顶，和其他楼层还是有明显区别，其实就是水泥地的声音。最后听下楼梯的声音变化，下楼梯就是楼上的沉闷声，敌人是在跑下来，所以音量从小变大。上楼梯也是和楼下的声音一样，音量从小变大外，其他没区别。五种声音熟练掌握之后，防区战就能如虎添翼了。最后讲场景声，不同的场景会发出不同的声音，通过这些声音能知道敌人所在位置或者有什么动向。草地声，草地伏地，土地，水泥地，铁皮，铁皮伏地，木板，木板伏地，水里走路，游泳，沙漠地。另外这里要提下，土地、水泥地和沙漠地三种地形伏地声音一样，都是这样的。接着听雪地，雪地伏地，冰面，冰面伏地，蹲下，趴下，跳跃，破窗，翻越和落地，还有换弹打药以及各类枪声都是经常听到，我就不做描述了。以上就是听声辨位的全部内容，尽量没掺杂一句废话，一遍看不懂可以重复观看，多听各个声音也能加强听力记忆。后续我会出一些实战案例，结合方向声、楼层声、场景声，让大家更好的理解。另外说下，玩游戏一定要戴耳机，否则就连我也是小龙虾。至于耳机是不分价位不分品牌，贵的话只是音质相对好点，但听声辨位本质是不受影响。买耳机可以选低音效果好点的。再来九哥，制作武艺，觉得视频不错，请关注、点赞、收藏一波，拜拜。